各位读者大家好，又到了八月号，这一次八月号的封面故事呢，《原件杂志》封面故事是谈继七月号我们做了一个，因为现在是通膨的时代、高油价的时代、那消费紧缩的时代，所以我们连续两期呢都在探讨消费者的心理的改变、消费市场有哪些改变，以及企业现在都叫苦连天，成本上涨，那业绩呢，因为消费者的荷包也缩水，所以业绩呢也下滑，所以到底在这么不景气又通膨的时代，到底如何做行销？所以我们七月号做了重新解构消费者的混种消费之后，八月号又做一个从企业界出发，谈企业界现在最流行的三个关键的行销或者市场开发的策略，就叫超级省。那这个超就是要超值，超设计、超有型，或超品质，或超值，还包括说你要物超所值，就意思说用同样的价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要给消费者有这样的优惠的感觉。那级呢，就是不是那个超，不是一般我们讲超级那个级，不是班级的那个级，而是集中的级。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都用集购啊、集点啊、不断的推出很多集中的策略呢，来吸引消费者在固定的时间有大量的购买，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那省了，就是说你要想办法让读者、让消费者觉得说我可以省时间或省金钱或省很多力气呢，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消费的效果。所以我们就集合了非常应该是几十家企业的案例，他们如何善用超级省这三个策略，这应该是在通膨以及不景气的时代下蛮好的参考的一个策略的重新的思维跟出发。那当然这一期还有很多其他的报道，比如说现在所谓的 M 型哈，到底穷人在全世界是一方面，富有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穷人也是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台湾的一定是创业网啊、原件啊，以及这个民间的慈善机构，我们就合起来要做一个台湾的公益 2.0 版，协助一些穷人真的透过微型的创业来重新站起来，脱离贫穷，可以一方面兼顾家庭，一方面又可以创造他自己的财富，至少不会落入所谓的贫穷线以下。那当然我们这一期有非常一些蛮精彩的采访，比如说我们岳阳专访是到瑞士去，因为现在台湾要重新打造这个观光王国啊，那也迎接大陆客来台湾，那但是要如何打造一个观光王国呢？那世界上最观光竞争力第一名就是瑞士，所以我们就派记者到瑞士去采访，看看瑞士除了湖光山色这种天然资源之外，它怎么运用很多硬体、软体行销的策略来打造全世界最旅游竞争力第一的国家，就是瑞士啊，值得台湾做参考。那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独家专访，就是马英九总统最核心的前幕僚金溥聪先生啊，他即将去香港担任这个访问学者，那几乎都不接受采访，非常神秘。到底他跟马英九渊源是什么？他在马英九身边是怎么做事的？以及他对于台湾的政治啊、社会啊，有些什么观察？这也是这一期《原件》的重点文章。谢谢。